记者吴孟伦台北报道，香港女星傅嘉丽长相甜美，曾演出《无间道二》《追凶》等电影。近日她至日本拍摄新剧，刚好遇到大阪强震，事后她竟在 IG 贴文表示好有趣，遭到网友强烈抨击。日本大阪今18日当地时间上午7时58分发生规模 6.1 强震，造成严重伤亡。地震发生时的画面也一一流出，让人光看就感到胆颤心惊。傅嘉丽刚好也在日本录影，地震后她在 IG 贴出一段新闻画面的影片，表示好有趣，并说新闻中的画面很搞笑。此话一出，立刻遭到网友痛瞧没同理心。不久后傅嘉丽便将这则文章删除，傅嘉丽也重新 PO 文道歉，说自己不够有智慧，并缺乏危机意识，在新闻看到发生伤亡后才意识到这是场严重的天灾，最后也为大阪祈祷。但网友们仍无法谅解，甚至有人说日本不欢迎奶，请奶离开吧。傅嘉丽刚好遇到大阪强震。翻摄自傅嘉丽 IG， 傅嘉丽未食言道歉。翻摄自傅嘉丽 IG。